那你最近要进行的那个听证的工作有什么？ S6 是那个中影，那故事很复杂的，那要讲完，那也再讲两点钟，分两集我一个蔡正元就吞三亿四啊，要是这打过国民党这东山的臭的人，吼，那鞋底可能整个都臭呢，都夹起来了。那你主席你说的，我没跟你附和哦，你要不要怕用狗？我说，可能，对不对？好尴尬，所以我才说，哇，那真的有经过国民党东山的，有可能很多人很好康啊。哇，你现在突然最后一句话，转趋保守啊。没有哦，我说他们涉嫌。你有做律师哦，你做干哦，你哦，炉火纯青啊！